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7日，旧历的12月27日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个彰化发生着死亡的车祸，一个头家赛车载着四个员工，为寻着要去嘉义来掠鸡，驶到国道一号彰化路段，被一台变换车道的轿车给压撞，结果规台车是弹出去外侧的车道来并车。头家到后座一个员工，因为无下安全带，拼出去车外。55岁员工当场死亡，28岁头家送病院，嘛救无回来。在国道头前的车熊熊打档啊，因为发生连环车祸，其中一台轿车被弄到弹到外侧的车道。相对赶到现场，四个拢是脆骨骨的车壳，并且轿车内底有5个人送卫生客轻伤。这位55岁乘客飞去车外当场死亡，28岁驾驶嘛飞去车外送病院了，也是救无外。肇事车外人的话，就疑似有会系安全带，那这我们也会来列为那个来采证的一个重点。这场车祸有5台车弄作伙，造成意外是33岁男驾驶。警方调查，当时伊开车开伫中线，敢那是因为换车道无注意，弄到白色轿车。白色轿车当场被弄到并车，后壁3台车未负反应，拢弄起哩。急诊部车的话，由中线车道变换位到内侧车道时，与内侧车道的车辆发生碰撞，内侧车辆的旋转，然后翻滚。最后撞击外侧护栏，侧翻于外侧。警方调查，造成意外驾驶97是零，并且死亡的驾驶97要等抽血检验才知影。伊是头家载四位员工，自行着要去嘉义，敢那是要去掠鸡，煞无想到拄到意外，并且夺走伊和另外一位员工的性命。警方初步判断，敢那是因为无下安全带才会飞去车外。嘛呼吁无论驾驶或者是乘客，一定要下安全带。防撞的时阵才有安全的防护，避免严重伤亡。